我是在住在林口街八十巷。刚刚听了几位长者讲的都是地上的，啊、哦，地上那么高，又怎么样？那个照不到。我讲的是地下，你们不知道，不是地震，它是我们这边是有断层带怎么经过？你盖那么高可以吗？你有评估吗？你有算过吗？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，在博德在做那个钻探报告的时候，我们在网络上抓下来，它底下都是破碎带，讲不好听，打还打不到剪盘呢，都是扰动带。它的扰动带有多少？根据101的那个钻探报告来讲，大概都有30公尺，那么10公尺到30公尺不一定啊，它都是不规则的。那我现在要问的，你说都是个评估报告，那请问你这一段地底下的评估报告有没有？是不是适合盖那么高？啊，我比较简单，大家都讲上面的，我讲下面。谢谢。你先吗？对对对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住在那个大道路，啊，那我是中坡顶的，因为我们在大道路跟那个福德街哈，我这边呢，原则上我们都有做过那个联署哈，就是原则上我们希望在我们。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两个，刚刚那一位小姐跟那个，因为那个老师跟那个小姐跟那个先生，他们两个是夫妇哈，他们是住林口街哈，林口街八十巷的哈，他们不希望林口街八十巷这个地方，哦，盖高，那我不没有意见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属于中坡里哈，中坡里我们在大道路跟福德街这边，我们有联署哈，我们有联署有500-600户，每一户一个代表都有家里的电话。室内电话、行动电话、住址，哈，每户一个代表。那我们呢，原则上呢，就是希望在我们大道路跟福德街，就是盖越高越好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刚刚讲，他们讲说210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把它变到400，我最起码说可以变到800，变到1000。为什么？我们希望10盖到我们这边，10盖到我们这边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是四楼的房子。我们以后呢，对面可以盖30楼，我对面就可以，我的房子就可以盖30楼。以后我是4楼的屋主，我就可以分到2栋3栋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福德街啊，现在为了那个捷运要经过福德街啊，哦，他们在都更啊，现在1坪换1坪都换不到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哎，它是商业区耶，1坪都换不到1坪啊，所以它才42而已。刚刚不是讲说400啊？他才400而已，哎，我希望他盖得越高，啊，他盖得越高，我们呢，我们是住在我们实际上是住在大道路跟福德街，我们是中坡里的哈的居民，我们都有联署。那我们希望他盖得越高，因为什么？盖得越高以后，对我们旁边的居民呢，分的以后盖房子都更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分得越多嘛。你这样知道意思吗？那我们住在附近，原则上呢，我们还有一个联署哈，就是说我们地下停车场。啊，我们当时有缆车啊，我们也不希望停到我们大道路跟福德街啊，我们希望呢以后有缆车下地下，我们也联署了哈，我们这个也联署地下室那个停车场哈，那个有缆车也可以盖到我们那个下面去哈，还有我们做联署哈，那请，因为我们请问你们讲话要凭良心，因为我们这500-600户哈都是联署的，你们一直讲说啊不要盖那么高，不要盖那么高，你们把联署书拿出来嘛。因为我们确实是我们中坡里是在大道路跟福德街，我们希望它盖越高越好，我们是经过联署有500-600户，每一户一个代表都有家里电话，好，都有室内电话，所以你们讲话凭良心哈。第一个哈，我请教那个都发局哈，你现在这个出租的住宅哈，请问你规划是多少户，多少人的居住量，还有你原来，因为原来规划的是老人的住宅，当初规划的是多少人的那个进住量啊，以我这样来推测哈，那些老人呢，像我都准备住哈，那个可能以后要90多岁到100岁才能住进去，50-60岁的没行了啊，住进去那些住进去的人都不会动，都在那里，可是你这个以后变成出租住宅啊，哇，每天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哦，这个
流动人口啊增加几倍，哦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影响。哎，你现在把那个商业区切割哈，但是你商业区现在没谈，但是各位请不要忘记，原来商业区规划的是大道路33层大饭店，哦，福德街是25层，商场，33层是什么意思？君悦饭店是27层。所以比君悦饭店还高6层，是全台北，全台北几乎是全台湾最高的大饭店。所以将来还有这25层就跟27层也差不多。所以你想象，你要有点想象力哦。啊，拜遐拢是安尼，敢那101的遐的，那一块起名。那这些人刚刚讲的，这些人将来都搭游览车来的，要出去也是搭游览车出去的。那这些将来这个出租住宅，这些人以后也要搭公车啊，不然他怎么走？所以未来这些人口是非常的多，而且进出的人口都是游览车。那这刚刚谈到日照权哦，保证你以后没有日照权，因为你门口就停着一部游览车，高200多公尺，200多公分哦，所以你不要讲那个什么还有羊角都抹羊角了，路边都是游览车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，你刚刚讲的那个公园用地现在没有规划。几乎就不还只谈到小客车，我的建议是你应该是小客车怎么样，我倒没什么特别意见，你一定要规划一层是通通是游览车的，因为你游览车还可以停小客车，发展的时候还没进到那个程度还可以停小客车，可是小客车以后就不能停游览车了。记得我在提这个问题是4、5年前就提的，有一个议员说齁，啊，你别烦恼那么多啦，那拜游览车都去停在101旁边那去啦，那都有地停，各位你看这个101边啊有游览车让你停，哎，那边来停的咱家来啊，所以各位你要注意这个游览车的问题，大客车的问题，哦，一定要像那个45转运站还有台北转运站，大客车通通进到地下室才是真正安全，还有空气污染，还有避免空气污染，还有才有一点点日照权，啊，不然你不要讲什么日照权，游览车停在你门口上面都没去啊，领导都乌索索啊，有人家在花洞中啊，拢是做车烟的，大家这个真饱了，对。